我现在要把降延12寸的效果拔，就是有动的这个 splash， 跟其他的12寸铜拔搭配做 hi-hat 来玩玩看。第一个搭配使用的是 UFIP Class 12寸原本的 hi-hat top， 我现在把它当成 button 来使用。听刚刚的第一组测试之后，现在补充一下资料，就是今天作为主角的这一片降延的这个12寸的 splash 效果拔，它的重量是441公克。当然同一个款式的不同铜拔都会有一点点重量上的差异，这是很正常的。那至于另外一片这个 UFIP Class 的 top， 它的重量是890公克。现在我把这两片拔的位置颠倒过来，降延12寸 splash 作为 button。刚刚听的感觉是 UFIP Class 12寸的这一片作为 Top 的时候，声音比较温和，中频比较多，有一点带一点鼻音的感觉。降的12寸 Splash 效果拔这一片作为 Top 的时候，反应比较快，感觉声音的冲出去的速度比较灵敏一点。现在我用降延 C 系列的12寸 Splash 来作为底拔，就是 Button 的位置。这片拔的重量是427公克，至于降延的有动的这个12寸效果拔，它的重量是441公克。
接下来我要把这两片拔再继续上下颠倒来测试看看。在换拔的时候，我顺便说明一下对于重量，我对重量的看法。通常我比较习惯 hi-hat 的底部，就是 button 的这一片拔重量稍微重一点，然后就是敲击的 top 这一片拔的重量稍微轻一点。至于它们的重量的轻重的比例到底该多少，就没有一定，这个是因人而异的。但是也有人喜欢 top 重一点，也说不定。这是其实音色部分倒是蛮主观的，毕竟音色其实没有绝对的对错，就是看你怎么用，以及你对于音色的想象力。有的人对于一些特定的乐风比较没有，比较不习惯的话，对于里面的音色自然就没什么感觉哦。现在我要换 UFIP 12寸的 Class 的 Button Hi-Hat Button， 用这一片 Button 来搭配降延12寸的这个效果 Splash。 这一片 Button 的重量是1100公克，它有一个特殊之处，就是你会注意到画面上它的周围，它的边缘是做成波浪形的，所以在裁剪的时候，上下两片之间会有一些气孔，会让声音的反应速度比较快。在 Pasty 这个品牌，同样设计的系列叫做 Age， 在 Fusion 这样子同样设计的这个系列名称叫做 Master Sound。接下来我要换用的是 UFIP 的 Bionic 12寸的 Splash， 这片 Splash 的重量是
548公克。在我的经验跟感觉中，我觉得比较重一点的靶，它可以承载的能量会比较多，所以展现出来的穿透力也会比较足一点。但实际上还是有一个理想的范围哦，并不是说越重就越好。我很喜欢目前的这个组合，就是搭配 Bionic 12寸的 Splash， 他们两片靶在摩擦的这个声音非常的细腻，非常 creamy， 但是整体的穿透力比起刚刚用 UFIP Class 的这个12寸的 Button， 它的穿透力又不如用这个12寸的 Class Button 穿透力那么足，我想毕竟还是重量的关系哦。现在我把这两片靶再上下颠倒过来，但根据前面的几次测试，我觉得有一个共通的感觉，就是用降延的这一个12寸效果靶，有动的这个 Splash， 用它来作为 Top 的时候，反应基本上都比较快；用它来作为 Button 的时候，会觉得声音比较温和一点。今天就先分享到这边。